老公，我这身上怎么这么痒啊？痒？啊？是不是被虫子咬了呀？没有吧？我这几天也没出门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快帮我看看。这痒吗？啊，就这儿。哎呦，哪都痒，你大点面积拿。多少只虫子呀？这是你给我洗的衣服，这么难闻，你想熏死我呀？出去洗。呀妈，你看你的衣服这么旧了，这有味道正常的嘛，你别难为他嘛。我看他这诚心没给我洗，你看看他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我真不知道咱们家是娶个媳妇还是请个公主回来。妈，您怎么这么说话？你先诚心护着他吧，啊，有你受的。哼，妈。哎，老婆，你身上还痒吗？痒啊，又开始痒了。对呀，啊，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痒得不行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们俩这干什么呢？这什么物种啊？哎，不是吧？哎呀，这身上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痒得不行。哼，叫你昨天护着他。哎，阿姨，楠楠来了，快进来。圆圆，走啊，去。不是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？别笑啊，我不会痒死啊！啊？哎呀，阿姨，你这身上什么味道啊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这个儿媳妇，洗完衣服身上还是一股怪味儿，肯定没给我好好洗。妈，我真的好好给您洗了。哎，怎么了，楠楠？哎呀，圆圆，你们家这洗衣机多久没清洁了？你看看这多脏啊！啊，洗衣机天天洗衣服还要清洁呀？当然了，你们这身上痒的呀，还有衣服上有味道的，都是因为这洗衣机没有定期清洁，里面的细菌、污垢啊，还有螨虫什么的，全都洗到衣服上面了。哎呀，这一定得重视起来啊！啊，我都不知道，那怎么清洁呀？这？我刚好啊囤了很多，今天啊特意给你带了一瓶，以后呀你们清洁洗衣剂就用这个墨蒙洗衣机清洁剂就行了。怪不得你的衣服上怎么香香的，原来是用了它啊。是啊，而且不只是洗衣机可以用，像马桶啊、洗手池的边缘、厨房水槽里，还有浴室的玻璃胶、瓷砖缝，这些地方都可以用它做局部的去霉除污。哎，那这么好的东西贵不贵啊？不贵的，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。